好啦好啦，人齐啦，大只太拜哥同林歪个围炉仲有人嘅，下集我哋有下集嘅吓，咁啊基本上就这个就是我们的 Patreon， 我挂住食嘢想开嗰个凤梨酥。大家支持我们的运作，希望大家 search 呢个 QR code 啦，继续每个月嘅支持我们啦，咁样如果大家觉得冇信卡或者想用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我的98627332，我的电话啦，咁大家可以用PayMe 啊，我啱开咗 PayMe 啦，已经系。PayMe 啊，嗰、那個轉數快啊，甚至乎打電話俾我睇用咩方法啊，用户口過啊。即係如果想知道你 PayMe 就可以通知你。其實佢原來而家 PayMe 咧，我啱啱學嘅就其實盡量學啊嘛。PayMe 開咗之後，你揾轉數我電話號碼咧，佢就會有 WhatsApp 訂嚟啊，有個人轉數俾你啊，你接唔接受啊？咁。O K， 即係講多次你電話號碼咁樣。98627332，98627332啊嚇，咁就係我的電話號碼啦。咁大家可以用 PayMe 轉數快，所以其實都唔需要我户口 number 嘅，即係啲電話號碼得㗎。但係你過完之後咧，即係話 send 俾我聽啦，可以同大家交代啦。咪突然間個户口多咗100万，我唔知咩事嘛。跟住點？多咗100万，跟住落安交代。跟住六點鐘有人撳我，撳我咧，撳我嗰、那個即係所謂嘅門鐘咧，咁我就驚㗎啦嘛。咁啊，基本上就喺按讚留言分享啦，好似咁試下掣咁，我盡量幫大家。咁樣有問題都揾我哋啦。其實我努力緊開緊個所謂金鑽同梨酥呢啲細舊啲喎，一口酥嚟噶。係啊，陳家朗叫我帶翻嚟，即係大家食下。咁啊，陳家朗嗰邊係有專望嘅前區議員啦。咁我喺嗰邊咧，其實都盡量可以出鏡做訪問，我都訪問噶啦。咁啊，陳家朗都話好開心，好歡迎，隨時連線。揾佢傾偈，佢好中意即係嗰個感覺，做呢、這個咁樣即係兩地嘅感覺。咁啊，前次見就喺加拿大，啱啱就去台灣介紹佢本書嘅時候咧，佢好似有揾阿蕭若元嘅，佢揾咗好多人，包括你老友於飛，係咪你老友嚟啊？於飛真係要最有噏咋，真係邊個老友？唔係我講起佢，係啊，佢因為佢好似係舊同事，都係人網出嚟噶嘛，人網出嚟嘛。咁咁啱啱一個加拿大同我香港人嗰邊。咁佢都話隨時歡迎誒連線大家做節目嘅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咧有冇啲興趣一齊嚟圍爐，想學下做主持啊，或者大家咩嘅？我因為我哋其實我都話我成日想做個頻道，咁頻道要主持噶嘛，咁大家如果我又未有資格話喂我開個班教你點做節目，如果有你有興趣去做某一啲節目，你去想做，譬如你係 fashion show 做 fashion 嘅 design 嘅所有嘅。咁你可以聯絡我哋，可以去擴闊我哋圍爐嘅頻道，即係我可能將嗰個時段交俾你。朝早都未有，講啲嘥氣。咁呢個麻煩你啦，盡做。或者越嚟越多節目嘅時候，我哋真係要做呢樣嘢。但我又唔明點解越嚟越多節目嘅時候，我哋就越嚟越個收入咧，唔知點解又減我哋。即係可能我哋因為多節目分散咗太陽。但我啱想講啊，我個頻道終於收到收益啦。點解？過咗成年幾啦。YouTube 終於批呢個收益俾我啦，咁啊好咯，咁啊好啦，唔知點解喎，咁啊好啦，請食佢唔需要解釋喎。咁我最近佢有個解釋俾我聽，話我有兩條黃標嘅，終於正常翻收啦咁樣。佢又唔知點解最近又掟出嚟喎，即係我有上訴噶嘛。咁啊基本上嗱，咁啊都要講啊。頭先你嗰次你唔喺度啦，咁啊回一回帶翻講你點樣睇李家超屌琴日嗰啲囂張跋扈啊嘛，佢哋好興。